哈喽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大舌头亮哥。现在如果说起传统武术，想必很多人都会提到太极和咏春。说起咏春，必然要提到一个人，那就是叶问了。可以说甄子丹也将叶问这个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。今天给大伙介绍一场咏春对阵自由搏击的比赛，是由南方的黄积德对阵洪荒的史进友的比赛。而、呃、这个黄积德练习咏春多年，自气满满，就想登上擂台，想要试一试自己的功夫到底怎么样。而、呃、这个史进友练过几年的自由搏击，不过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。传统武术对阵现场格斗，到底孰强孰弱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。 画面，比赛开始，史金友想过去和黄继德碰拳示意比赛开始，结果黄继德根本就不领情，以连续重拳偷袭暴打史金友，而后黄继德更是用出了违规动作，黄继德也惨遭裁判警告，这直接让史金友怒了。不过手回和黄继德打的还是更为主动一些。接下来史金友以双猛扫踢还以颜色，而后双方马上进行了相互扫踢，紧接着黄继德以自己的咏春拳将史金友渐渐逼到了围城边缘。接下来双方马上进行了激烈而又双猛对拼，而后黄继德惨遭史金友以连续扫踢暴踢。 可以明显感觉到黄金德似乎将体能蓄积在了第一回合。第二回合开始后，史金勇开始发力，以扫踢外加正蹬开路。接下来在面对史金勇的双猛反攻之下，黄记德开始以乱拳回击。而后黄记德被史金勇以顶膝踢退了好几步。第二回合才开始没多久，史金勇就抓住机会以连续重拳将黄记德打懵了。接下来史金勇趁着狙击，以正蹬将黄记德直接踢飞了。而后黄记德被史金勇以连续重拳疯狂的暴揍，这也让被打惨的黄记德无奈只能用出裸暴的动作。 紧接着，黄积德的体能下降得非常厉害，无奈只能开始消极比赛。接下来，史金友继续发力，以连续重拳险些将黄积德击倒。黄积德只能马上用出搂抱动作，双方大战了三个回合，最终史金友以点数战胜了对手，黄积德也被彻底打残了。全场比赛下来，黄积德就开局打得非常凶猛，但后面两回合完全都处在挨揍的局面，险些就被 KO 了。 其实想为传武证明是一件好事，但是有时却不能忘了武德二字。这样既激起了对手的斗志，到最后自己却要付出惨痛的代价，反而是给传武雪上加霜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了。看精彩体育赛事，有我大手的相伴。我们下期再会。